因为我开店嘛有半年时间啊，半年时间我得到的不仅是工作的经验，等到是我跟嘉宾的恋爱成长记忆。把主嘉宾当作跟单人也同款哦，我搁头一届听到呢。头一届听到人会安尼讲的。有啥事？有啥事？啊，我嘛做介服装设计啦。我以前吼伫外国读册吼，就是穿服装设计，所以吼我对衫裤啊、鞋啊、配件啊，我嘛足有兴趣的。啊，我对时尚的物件吼嘛足介意的啊。你真是袂歹啦！你安尼吼，明仔载早起九点来遮上班，来柜台甲我填一个资料咧。谢店长，有啥事？明总，明总。哦。还是我想要去变瘦一下。好。真瘦的，真瘦耶！是啦，我唔可以耶。我的衣服，我的包包，我的包包是限量版，你敢知影无？是啦，是啦。你可以的对无？拄仔我叫你别徛伫我边啊，你着无欢喜。即马甲嘉宾倒伫我的身上。小姐，是嘞啦，是嘞啦。王慧，今仔日你是来面试，莫冲动。我真正不是故意的啦，是你手卡着外托盘才会卡倒的。即马是讲我应该吼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是嘞啦，是嘞啦。爷爷，你回这室内是安怎样啦？啊，无安尼啦，小姐，看你的包包、甲你的衫裤，偌济钱，我店会赔乎你啦。赔是要安怎赔啊？我今天剩30000啦，我的包包170000，其他搁绝版啊！这位小姐，明明是你的手去给人赔掉，你哪会当叫伊赔钱啊？伊这一蕊目睭看到我卡着伊啊！店长，你的店敢有监视器？歹势呢，阮店的无监视器啦。哎，就是无证据啊！店长，真正不是我的不对啦，我无遐尼侪钱通赔。其实。我之前某一个人客的衫去予嘉宾破掉，小可代志尔啦。我有认识一个干洗店，伊专门伫咧说像你这款足贵三双的名牌包，还是我会当介绍予你。这个包包我嘛无爱啊，你赔钱即马。哇，小姐，你真正足无讲道理的呢。你是啥物人？关你啥物代志？我就是看。哦，王小姐，啊无你先回去啦。喂。喂喂，去是无？安尼你着来跪落来，给我回信嘞，我着煞煞去啦。爷爷，啊无200000，你嘛赔袂起啊，对无？我想要过去无？安尼你着叫伊转去食家己啦。不要欺人太甚哦，你们闹什么？好啊，叫警察来，我来当做证人。好啊，叫警察，你叫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别再叫警察啦。会啊，你做今仔日就好啊。店长，我俩总讲你嘛是一个有担当、有责任感的人，想袂到你嘛同款，拄着代志袂保护你的员工。是的啦，明仔载我嘛袂晓来啊，店长。等下。是，伊故意吼，甲嘉宾特地在身上搁有包包啦。甲你的名甲电话留好啊。哇！喂！又敢来糟蹋，他都被人家辞职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啊？小姐，我是倒位得罪着你的，哈，这件代志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伊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是伊的静玲。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若是要讲赔偿的代志，麻烦去警察局讲。
我一定会去检查个过瘾。黄小姐，我可劝你一句吼，假使我是你，我绝对袂去做这种下死下生的代志。死狗若是去予警察、是记者知影，安尼真正唔好看。